国家级一级美术师陈林森老师，齐白石的第三代弟子，徐悲鸿的第二代弟子，他的作品5000一平尺。现在干妈把陈老师请过来，赠送给我们华人在国外长期居住，祝您呢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多多支持美爵珠宝。谢谢你对我干妈美爵珠宝董事长张安凤女士的支持和认可，在此衷心的祝福你在国外全家幸福安康，2021年牛年牛气冲天，扭转乾坤。在此中缅边境我们集团的每一个小伙伴每一个员工，欢迎海外华人归来，祝您呢一路平安。字呢写的是苍劲有力，5000一平尺，国家一级美术师，现场临摹。现在是凌晨2:23:27，干妈花了重金把齐白石的第三代弟子、徐悲鸿的第二代弟子请到了我们美爵珠宝集团，现场为您临摹作品一幅，希望能够得到你衷心的喜欢。也在此干妈和青山携手美爵珠宝全体员工，祝您每天开心，笑笑笑，发发发，旺旺旺，牛年必须牛起来。我也知道您在海外拼搏这么多年，非常思念家乡，在此青山和美爵珠宝集团董事长张安凤女士热烈欢迎你的回归。等一下作品写完之后，然后呢有请我们美爵珠宝的工作人员拉开，让我们美爵珠宝集团的董事长张安凤女士和这个作品和老师一起合张影，现场盖章啊，绝对是真迹，如假包换，好不好？这个是谁写的一首啊？是我师师叔，也是一个诗人写的。不是你写的啊？是我写的。那你们现在就诗人的名字有吗？没有。啊，那就写了。啊，那你没事。就你的款就行了，对吧？还行。把印泥拿过来，印泥拿来准备盖章。对，盖完章，干妈你和老师合张影，寄给国外一直认可我们美爵珠宝的人，那个对我们帮助可大了啊。叫什么名字？干妈？他叫李国魂。李国魂，哎，跟我是同姓，李国魂。哇，而且这个人特别正能量，特别正直，太好了。所以说干妈呀，正能量的您才能够吸引到正能量的我们李氏家族的骄傲。而且每天为我们直播间操碎了心。操碎了心哈。来垫上现场盖章。干妈真的是非常用心呢，特别用心呢，把我们陈老师请到了美爵珠宝。凌晨呢2点多老师都已经睡觉了。齐白石第三代传人，对呀、啊，都已经说过了，齐白石第三代弟子，老师都睡觉了。干妈说一定要请过来，因为李国魂，干妈的面子必须有，因为李国魂，这是我们李氏家族的骄傲，啊，对我们美爵珠宝大力支持。青山哥，嗯，现在老师最值钱的东西在他手里，这个印泥，对，有不是干妈这个章，这个寿山石有人曾经中科院的花钱拍过，没干嘛？中科院发现，而且这个印泥是我们得了诺贝尔奖的莫言，为什么不一样啊？莫言用的就是这个印泥，哦，印泥都是莫言用的。他这个就是、来合张影，赶快，时间不够了，老弟，超过5分钟就发不了了。啊，来，赶快。鉴定真伪的时候主要看印泥。鉴定真伪就是看印泥，来合张影，来再过去一个，干妈，你和老师合张影，对，来，去，好了，对。我数1、2、3啊，拉直，干妈，老师往这里看，1、2、3，下一个。